文化基金会。生命电视台，让世界更美好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咱都是同款的，我总是建立以人为先的友谊基础。无论在地球的多一方的朋友，除了外表和情感的层面上有差别，咱都是同款的。基本上除了肉体层面的肤色有差别之外，咱也都是同款的。无论金头毛、红头毛，也是白头毛的西方人，实际上拢无重要。重要的是咱伫个情感层面会当交流。基于这层的认知，我看所有的人为兄弟姊妹，并且真情流露的对待。大部分情形之下，别人也会随时以同样的方式来回应，彼此成为朋友。虽然有时我的善意也会得不到应该有的回应，那呢我更加有权利看当时的情况发展而做出适当的回应。开放胸怀，基本上咱应该以开放的胸怀对待他人，了解到每一个人都跟咱同样是人类，
咱的之间实在是无偌大的区别。自卑喜悦，自卑会自然地带来一股正面的氛围，伊会使你内心感觉到平静甲满足。凡是有自卑心，造福之处，永远都存在一股喜悦的氛围，就连狗仔甲鸟仔，拢乐意亲近自卑的人。创造正面氛围，若是你想要得到亲戚朋友，首先就必须在周遭创造正面氛围。毕竟咱是社会性的动物，你朋友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常常叫到一个面，对人又充满无信任，那你较有可能会让他人心生欢喜，露出笑容呢？这是非常困难的。如果你是一个有权有势有钱的人，别人不定会向你献上虚伪的笑容。但如果要得到他人真诚的笑容，唯有源自于你的自卑。人性本是温柔和自卑，重点在于应该如何培养自卑心。
事实上，咱是不是可以真正培养无偏见的自卑心呢？咱的答案绝对是肯定的。我犹原相信人类本性是温柔和自卑的。虽然过往今来有很多人认为人性基本上是有一点侵略性的，生命开端，对咱伫个母亲子宫内面受胎的迄个时刻开始，母亲的慈悲以相互心境，对伊咱的身心的发展是非常正面的要素。如果母亲的心性非常暴躁易怒，这对胎儿是会造成伤害的。在这个时期，咱的生命才拄要被开始形成呢。甚至在受胎的迄个时刻，父母亲当时的心境拢非常重要。母亲应该透过真诚的爱和彼此尊重来发生，临时只是消亡剧情苦切之下的产物。因为某一种露水缘分来有心是无够的，父母双方应该彼此熟悉，并且把对方当作是人来尊重，这才是幸福婚姻的基础。此外，婚姻本身应该是一世人的代志。
或者至少应该爱维持长久。生命就该在这个适当的情况之下来开始。在爱中成长。根据医学研究发现，在胎儿诞生了后数周之内，婴儿脑部犹原在成长中。专家因认为，在这段期间之内，受到囡仔的身躯，这对伊帮助脑部适当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因素。对这点就可以看出，我们的身躯可以这样来发育成长，其实真需要他人的爱心。生命的头一个动作，囡仔来诞生了后，母亲的头一个动作就是饲奶，而红孩子就是开始来输奶。母奶通常被视为自闭的象征，尤其母亲在饲奶的时候，内心更是充满了母爱。Thank you.
传统上若欠缺母奶，囡仔就无法度来存活。透过吃母奶的过程，母亲和孩子之间产生一股亲密感。那因之间无这份亲密感，那安尼囡仔就袂顺从母亲的泥房。那是母亲无介意囡仔，那安尼母亲的泥接就袂遮尼啊济。所以母奶是伴随着爱而来的产物，这就表示我们生命的头一个动作，所以母奶其实是一种爱的表现。生如大地，长养善法功德，供养僧宝功德殊胜难量，慈悯众生，常施烟供药供。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人都有身体，有身体就会生病，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，所以生命天使台提出来大家多放生多吃素，更重要的，我们去护持全世界在修行的出家人，特别在贫穷偏远的地区。那佛所说，这个是长寿无病更好的方法。进一步呢，我们也做药师烟供啊，布施药给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，也可以让我们长寿无病。所以愿大家除了多运动、吃素放生、多供养出家人医药、多做药师烟供，帮助那些孤魂野鬼，愿大家都健康，阿弥陀佛。中华护生协会与您一起关心生命，慈爱众生。护持账号：4213-8483，4213-8483。户名：中华护生协会。
聘雇外籍看护工家庭也可使用长照服务。外籍看护工请假时可申请喘息服务，专业人员到宅提供照护指导或沐浴车服务，交通服务接送长辈到医院、巷弄长照站等据点，辅具及居家环境改善，提升生活品质。更多资讯可拨1966长照专线，或至卫福部长照专区查询。失智症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了解他，因为他们是生病的。你的父母突然之间记忆减退，性格有了改变，这就是失智症的前兆。这个时候你最应该的就是带你的父母去看医生。痊愈的机会偏低，但是透过药物跟非药物治疗，营养均衡的日常饮食，最重要的是要多运动，还有像增加社交活动，都可以活化大脑，延缓脑部机能退化。最辛苦的莫过于是陪伴和照顾他们的家人。如果真的发生了意见冲突的时候，请先接受他的观点，试图引导他，顾到他的尊严，为他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氛围。如果我们在面对失智症，能尽可能有充足的了解、预防或及早诊断，都能帮助失智者和家属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。朋友们，他记忆可能会失去，但爱的感受永远不会被遗忘。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，电话02-2332-0992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慈悲弘法行。观自在菩萨心身般若波罗蜜多时照，见五蕴皆空，一切苦厄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身